как появился наш мир. Однажды бог Дисмодиус попросил дочерей Алтея Вестинал создать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миры. Алтея создала прекраснейший мир, и Дисмодиус он полюбился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на свете. Но Вестинал так завидовала сестре, что отравила ее. Яд ужасно ослабил Алтею и погрузил в глубокий, непробудный сон. А Вестинал бежала прочь и скрылась в своем мире, Мистландия. Так мне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Роуз. Ты снова видела плохой сон, сестрица? Да, очень плохой и страшный сон. Появился Красный Король и открыл... Thank you.
Оле! Оле. Yeah.
我听到了很多有关你的事，找我有事。如果你想让你的冒险生活长一些。 熟悉神圣天堂了吗？我很想念精灵们的歌。啊，我正在等你的消息呢，要注意，别伤着自己。 不能总是待在城市里，希望下次能在战场上见到你。 经常光顾。有什么事吗，小孩？二，小孩子要多吃，才能长高个。嗯？啊，东的那个帽子，是在哪儿见过？有什么事吗？ 允许你明天来找我。我好像嗅到。啊，你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冒险家吗？嗯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吗？ 是来买东西的，还是来修东西的？哎呦，要好啊！<笑>
怎么了？吉兰特不爱说话，说明的任务就交给我。
啊，你就简家吗？快来，不，请过来。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？
手腕吗？ 好，我在听。 你为什么不在维尔顿哈鲁就把那家伙给杀了？ 以你的实力，这不成问题啊。 是他躲着我，不肯跟我打。 应该马上还会再见到的。 什么？你这个笨蛋！ 那家伙手上有古代人！ 你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 结果，他还是想获得那股力量吗？太贪心了，贝斯科德。你马上去把古代人找回来。要是再耽搁下去，估计又会见到那些凡人的魔物。知道了。 你还是这副傻样。
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欢迎光临。有什么事吗？国王好像很高兴你到这里。先知失踪，真是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请到我家来谈谈哲学的话题。